洪永成宣布分手，梁诺贤公开厕所求婚过程。洪永成和梁诺贤拍拖三年，今日终于宣布拉埋天窗，恭喜晒两位！他哋分别晒咗一辑结婚相，有创意又够搞笑。Tony 好 sweet 咁话：好在有你紧握我手，我希望一世都有你喺身边，追到你系我嘅侥幸，娶到你系我嘅福气。MS 就大爆 Tony 喺厕所嘅求婚过程，虽然 Tony 花心思有晒布置，但系当时 MS 人有三急，要去完厕所先 say yes， 超爆笑。香港小姐首轮面试大检阅，埋嚟睇啦喂！一年一度的香港小姐竞选又嚟啦，今年最大的亮点是关丽杰女女关风轻报名参加，今日举行首轮面试，佳丽的质素一如既往，有省镜有骑呢，唔讲咁多，去片。